那是年幼的我所见过最壮丽的风景，并在其后许多年的困顿人生里被我反复回忆。华芝，其实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。你们家那些人虽然吵闹，但也热热闹闹，有家的样子。这谁叫咱家？绣花呀！倘若你在一艘船上，这船行在海里，船上的纲手周氏都离开了，听着不太妙。怀正顽固不化，据革职及其家，留袭北地，永不续用。奉旨抄家，不从者立斩。是。只留下一车哭哭闹闹、吵吵啼啼的渡客，都在笑话我们，我们以后怎么办呀？享受花家尊荣，如今就该受花家之苦，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，真的没活路了。你若伸了翅膀，不如振翅飞了，就不用再操心水里的事了。倘若真的弃之不管，这船必定会卷进漩涡了。世路多艰，看来我们运气都不好。这一次我知道怎么选，我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做我想做的事情。值得吗？为了这一家子，与其躲着，不如往前。你想要护住他们，我便来护着你。我们都该再做一次选择。前途艰难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只有我们齐心协力，才可以寻到活路。这艘行船，你有纲手，有周氏，有和你风雨同舟的渡客，还有我。